《西游记》导演杨洁于4月15日去世，享年88岁。有媒体从六小龄童处获悉，他们已接到杨洁导演家属告知，4月21日，杨洁导演告别会将在八宝山举行，六小龄童等司徒四人扮演者都会到场，与杨导最后送别。杨洁1929年出生于湖北麻城，中国内地女演员、制片人。1980年执导电视剧《崂山道士》，开启电视剧导演生涯。1982年到1988年，历时6年时间，完成我国首部神话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》拍摄。该剧自1986年起播出，称霸荧屏30年之久。2017年4月15日因病去世，享年88岁。